大家好，我是施耐德电机资讯科技事业部的产品经理杨凯凡。那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我身旁这一台白色的 UPS， 它是我们这个月才新在台湾上市的一台中阶，然后是针对 IT 及非 IT 应用的 UP 不断电系统。那这个这次新上市的产品有什么跟我们以往产品不一样的特征呢？外观当然，首先它是采用我们施耐德新的色系，白色钢琴烤漆加上绿色的涂漆，所以从外观的设计上面，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它的体积非常的小，它的体积不管是从20K、30K 到 40KVA， 也就是这次我们展示的这个机型，都是完整的把40K 瓦、20K 瓦、30K 瓦的容量收纳在这个箱体里面。那么它这个是本身不带电池的，电池是另外配置外部的第三方电池。那目前在台湾的市面上，相似的产品里面，它会是第一个得到台湾的节能标章，也就是在今年6月左右会正式的发证。那节能标章主要是规范能源转换效率这一部分。那在这个规范里面，它又特别强调的是在低负载时候的能源效率也要达到一定的水准。所以之后在能源节能的部分，除了有标章认证以外，里面也已经内建了所谓的 Eco Mode， 就是节能模式，可以把它的整体能源效率提升到 99%。 然后施耐德电机以往比较专注于 IT 这一方面的不断电系统，有了新的这一代这个系列 EZUPS， 我们将会往更多的 ET 应用，也就是例如在制造业、医疗或者是一般的交通运输设施这些产业里面的不断电系统，去扩展我们的市场。